好，咁今次打呢、這个。真係達文西啦，咁今次試一試我啲新角色啦，咁包括其實依個係舊版嘅新神化，全部三隻都係，咁第十使徒啦，咁跟住就明日香同埋凌波麗，咁三隻舊版嘅角色神化，咁純粹測試一下個絕招啦，其實講真星能就冇乜好講噶啦，咁首先就呢關主要陷阱係黑洞嘅。咁但系問題係其實另外兩隻都反傷啦，大家知道。咁所以得明日香係稍為會好少少打呢關。咁睇下結果點啦。不過呢關唔難打，我覺得呢關嗰個難度偏低啊，所以其實基本上我諗唔係太離譜啦，應該過到關噶啦。咁加翻就路西以防萬一，因為路西嗰個友情技係絕對。其實之前 Eva 第一彈已經知道老西個友情技係無視呢個 AT 力場，可以直接打入嗰個本體。係啦，咁所以咁老西發嗰個友情就絕對啱打 Eva 關呢度。我好彩過到佢，過唔到佢 PK 因為撞反傷。凌波麗卡死。凌波麗絕招比較特別啲啊，因為佢嗰個要之前講過係要唔掂，反而唔掂到嘢你先扣得多嘅。咁明日香咯，絕招我呢度講解一下先啦，稍微。首先第一下射出去嗰把刀，你係可以控制方向嘅第一下。咁然後當佢把刀掂到牆啦，即係四縫牆嘅話，就會45度角噶，即刻變咗。即係無論你嘅角度係點樣都好啦，總之一掂到縫牆就即刻變45度角彈噶啦。所以個位置其實你我勉強可以計到位嘅，但係通常你計到第一下都夠噶啦，係因為計到第一下你通常都就已經可以片到兩至三隻噶啦，基本上係啦。其實最大效益就應該係45度膠，即係亂彈啦。其實講真嗰句，因為咁樣係最容易彈曬全畫面可以。咁你用多幾次，你自然會知道嗰、那個即係嗰個用法係點用噶啦。咁啊，撞死啲。契弟先可以放反傷，但因為我覺得明日香係冇反傷可以逼，所以其實反傷反而對我就唔係影響好大。咁咧留意到黑洞其實兩彎一次嘅，佢一個機器房，佢就唔係彎彎都有黑洞。OK， 咁又蝕底食刀啦，我都食到把刀，睇下先啊。咁其實達文西佢嗰個造型配呢、這個第十使徒嗰個形象都幾似嘅，因為達文西下低嗰、那個即係佢嗰個進化版本係下低有粒嘢類似宇宙咁樣，即係話佢其實即係達文西創造咗好多即係道理啊同埋哲嗰啲叫咩嗰啲叫理論啦，係啦，類似呢個創呢、這個探索呢個宇宙咁樣，所以你見到佢即係好似你見到達文西好似生咗個宇宙出嚟咁樣啦，類似即係啲道理咁樣。好啦，咁马上嚟到呢个皇冠，劲快。咁第十使徒我哋嗰只，即系我意思系，我哋嗰只第十使徒嗰个友情技冲击波系应该系穿到佢嗰个 AT 力场嘅，系一阵大家有机会可以睇一睇啦。咁凌波麗绝招打呢关系扣劲多，因为佢嗰个黑熟嘅关系啊。咁如果你 set 到炮嘅話，絕對係會快好多，但係因為佢冇反傳，咁要 set 炮其實講運氣嘅啫，只不過係係啦，呢啲咪叫運氣咯，係啊，跟住落翻去啦。咁啊，老西基本上插一插佢裙底已經玩完嘅啦，呢彎係啦，幾廿萬都激光啊，包括佢哇殺曬。好啦，咁我哋開始試一試第一個絕招先啦，就係第十使徒嗰、那個。其實冇乜講説穿了，只不過是乾超嘅絕招嚟啫。呢、這個冇乜特別，冇乜特別可觀性嘅基本上。咁啊，禮貌上放一放啫，其實。咁啊，穿到AT 力場嘅，係啦，直接穿到嘅，扣差幾萬。其實冇乜特別嘅呢個絕招，我覺得係舊版個好啲嘅。如果你講絕招，咁呢度佢哋兩個未 CD 好啦，我哋應該未血，應該試到哇靚卡。睇下先呢度亂撞啦，冇辦法。OK， 哎，如果撞到佢都應該射到佢嘅。睇下先，
爆炸，哎 ，OK， 搞掂。哇，扣劲多。好啦，应该食到尾班车，出到个绝招嘅，就两个都。嗱，明日香我其实都算系咗一个追击系嘅绝招，所以其实如果系重叠咗落埲墙度，重叠咗落 ATX 墙的话，应该都可以计重叠伤害。好啦，但我惊爆咗佢盾呢度试，因为佢本身嗰个剃刀个威力都有十几万一嘢，好似都有。你留意把刀第一掂到埲墙就即刻会开始45度噶啦。即系无论你一开始点样去 set 嗰个角度，佢一掂到墙就会。哇，其实你讲完你睇完都唔系好明嘅，讲真，因为太快。其实唔使谂太多，我觉得乱弹系最实际，因为玩游戏冇系太用脑，我觉得即系你大概知道佢原理系点就得噶啦。即基本上都系乱弹。嗱，依度就尽量唔好掂到度，唔好掂到只皇帝喺度，咁样啦。因为主要伤害并唔系凌波丽本身啊，即系唔系佢本体，系佢嗰啲镰刀啊，系啦，发，嗱正发紧啊，你见到系啊，嗱就系咁用嘅啫，其实，嗱今次好可惜，因为佢个弱点唔喺度啊，都打到130几万，你留意本身系有只小怪挡住，我俾我杀咗，跟住先再开始咁样发，都发到100几万啊，咁如果弱点嘅话，你自己乘翻条数啦，系啦，应该都几金啊呢下，嗱咁啊，但系我。正如我之前所讲，你唔系次次嘅位置都咁靓嘅，系啦，唔会次次都咁靓，因为讲真个位咁啊，嗱实际上个肉，即系你一定要，首先你一定要打直或者打横嗰条轨道，你本身系要打嗰只王啦，即系如果你离嘅王太远，系唔使谂噶啦，基本上，咁啊二嚟就好似啱啱咁情况，隔篱有只小怪挡住，其实我每撞一下小怪，减速嘅速度系会减，即系按 percent 咁减，其实会减几多下。咁所以有呢个条件限制佢绝招，但系的确佢嗰个绝招嘅威力系极高，系啦极高。如果所有条件你都合适嘅话，咁佢嘅绝招就发挥到一个超恐怖威力啦。咁用唔用啊？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同老师系大号令比，因为大家都系反伤反射，咁你。老西大号令边个好用啲，你自己判断啦，系啦。今次三只 Ava 嗰个试用嚟到呢度先，下次见，拜拜。